贼乱，咱们就是聊会儿天吧。我这样，我跟大家坦诚相见，我不穿外套了，好吗？干嘛那么多问题，会给人家我脸红的。没有哎。灰犀牛寒糖哥哥。上台呀！哦，唠嗑呗，唠嗑。你怎么问人家就是多久没亲亲了呀？就是这种事情不要告诉我吧，咱也不是说比赛呢。咱也不是说比赛呢，说谁那个亲嘴时间最近谁就赢了。难道说谁就是，比如说现在谁此时此刻女朋友就在旁边呢？那你跟他亲个嘴，那不就是冠军吗？那这才时间最近呢。你插声卡说吧，反正我 PK 也没分。女朋友下不去口，那你还谈什么？黄了吧。不配不想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上一次恋爱已经是2017年的事情了。
意思是说让我一辈子到男的呗，你就是说让我就是干，咱们就害死。新进来哥哥，喜欢右左上角点关注，加一下粉丝团哦，哥哥们，入个灯牌吧。我冷不冷啊？还好吧。手臂皮肤应该不太好啊。我身上全身上下除了脸上皮肤不太好，剩下皮肤都挺好的耶。
这皮肤还不好，我身上的滑石。几天没洗头了，昨天洗的头。谢谢泡芙。衣服不会掉吗？不太会掉呢，叔叔。还好吧，掉了你记得截图。冷不冷？为什么你们不要？我是不是没有声卡掉了？你们怎么不问别人冷不冷啊？别人冷。洗。我洗啊。你们不要再打啦，不要再打啦，不要因为我打架了，不要再打了。这能掉吧？扯掉骨，扯掉肉，连着筋，丢卫生间回来咱们跳会儿舞。